还在追，还在追，有没有？嫩，看你追的这么辛苦，你看你野人首领长这样，他开始乱靠别人了。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方舟生存经哦，我是老头 Oldman， 欢迎回来普罗米修斯啊。我会回来的原因其实非常的简单啦，就是呢，又更新了啊，更新了，所以说我又回来了，就这么的简单啊。其实呢，普罗米修斯更新其实已经有一阵子了，只是当时的内容并没有这么的多，所以说呢就没有回来拍啦。那今天又看到他稍微更新了一些东西，所以说我又回来啦啊，来观望一下我们的家乡啊，看一下多了什么新的东西。其实呢，这一次呢，大概要介绍的东西是只有三种或四种吧。第一个就是我之前很早就有讲到的，他更新的泰克毒气枪嘛，应该是泰克毒雷射枪吧，应该是这样讲吧。然后他需要毒的泰克晶片，然后另外一个是他新增了一个炮台啊，这个炮台呢长什么样子，其实我也不太清楚，我觉得应该大同小异啦。不过呢，它这个官方有这个普罗米官方，它里面有设置了一个内存参数，可以去调整这个炮台的伤害、炮台的血量、炮台的运作方式。啊，我是直接预设啦，因为我觉得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啦。然后再来就是呢，多了两只 BOSS， 一只是我上一集拍的这个野人 NPC 的 BOSS。啊，这个野人 BOSS 呢，好像也是无法驯服的吧？我看一下、喔，其实有点忘记。我看一下，野人 BOSS， 没有错，野人 BOSS 无法驯服啊。然后呢，又多了一个，这个是叫做这个更早，普罗米金属人，普罗米金属人 BOSS， 他只能被界限突破的恐龙给杀害。所以说，待会呢，我们来用一下我们的这个金刚哈、喔，啊。慈悲跟温斯顿合体的金刚啊，来去打一下这个我们的普罗米金属人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今天先稍微介绍一下道具好了啊，最后再来介绍恐龙。上一集呢，我们所讲到的就是这个啊，不是上一集吧？我忘记是哪一集了。总而言之，就是那一集呢，我们所讲到的是这个，对不对？然后它需要的是30个麻醉药啊，然后一个能量元素就可以做一个毒元素碎片啊，我们这边已经有很多了，所以我们直接把它拿来用。然后呢，武器的部分的话，泰克部分啊，就这一把，这一把我们上次试过了吗？好像试过，又好像没试过，是不是？算了，做一把来我看看好了。好像试过了因为这边就已经有一把啦。我们到底有没有试啊？我失忆症啊，没办法，太多东西要搞了。不过好帅啊！它居然是绿色的我对这个东西没印象所以说这个应该是没有讲过吧？威力是如何啊？射一下我们这一只好了。它完全抵挡住了。有没有什么野生生物让我敲一下啊？它就直接做一个这样绿色的这样纹路啊，感觉像是虚拟空气枪的感觉啊。这边有一只嘟嘟鸟。没事。一级晕，这个顾名思义就是拿来晕的啦。为什么这边有一只阿龟？等一下，这只阿龟我们之前遇过吗？我也忘记我们这只阿龟有没有遇过了。有表示有点想抓。哇，这只我们以前有没有遇过啊？我又不记得了。我们现在驯服这只阿龟好了。我驾大成功，可以直接上去吗？可以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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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右键，哇，左键，这只也蛮强的啊。C 键，还用他的龟头甩了两下。甩龟头就可以造成敌人伤害，用龟头打死人，有没有？好，蛮厉害的，还会跳，有没有？等一下，你是飞起来的还是跳啊？他的跳怎么看起来怪怪的啊？算了，我也不管了。玄武大哥啊，可是他的声音却是类似像霸王龙的声音，然后也会有蛇的声音在。
哦，就觉得综合体啦，个人觉得还蛮屌的啊、哦。其实我有点忘记我有没有驯服过他了，有失忆了啊、哦。不过这不是今天这一集的重点啊，只是好玩而已啊。看一下，那我们把它放在哪里比较好嘞？好了，就放在这个地方好了。来，先放一下这一只。哎，居然是透明的，它跟我这把枪惟妙惟肖哎。然后呢，它现在没有电嘛，我们要想办法给它供电，所以说这个发电机用途就出来啦。啊，我觉得跟之前差不多哎。啊，有没有多了这个东西一样是发电机？好吧，那我们就哎，毒的有没有用？毒的不管用啊，好吧。那我们就用我们一般的，给个这样子好了，发电了，哦，启动了哦，来，我们再直接丢这个金属碎片，我们丢一半进去，哦，攻击了，攻击了，凶凶凶凶凶，哇、哦，这打得有点远啊，你还可以打多远啊？我看一下 ，mass。最远的距离400，然后哇，只要在附近的直接杀掉一下3000，这个是可以改的、啊。我们给他射最远，他瞄到哪里去了？空中那一只，哦，啊，他只瞄那一只吗？我们警告是不要警告好了，然后所有目标，他会不会打我们家恐龙？应该不会吧。也是最远的，好不好？这个什么看不懂，随便选好了。哦、好像 没什么可以选的样子。OK，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啊。它可以改威力啊，但是这个下面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堆叠越多伤害越高吗？应该不是吧？这不是应该不会是跟之前那个模组一样吧？哦，那下面周围现在恐龙全部往生了，所以没有救了，就只好放生它这个地方好了。好，我们这只恐龙应该也是我们的吧？哎、欸，不是，是敌人。来来来来来，引过来了，引过来了，快来哟！哎呦，来呀、啊！走，不见你来，来了来了，救命！哇，怎么打7200？要求哦，伤害那么高哦。啊，以炮台的水准来讲，这样算不错了啦，好不好？我是这么认为啦。啊，以恐龙来讲，这真的太弱了啊。这边有一只啊，这是我们的羊。哦，我们都乱丢一通，完全就忘记他们了这样子。OK， 那么这样子的话，我们稍微也来看一下，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，哦，那个是什么来着的？我看一下，普罗米野人首领啊，我们看一下普罗米野人首领长什么样子。哦，我真的觉得这边很吵，哦，这必须破坏掉。普罗米野人首领，好，在这个地方好了。等我一下，我们来看一下到底长什么样子。野人首领是吧？我，哇！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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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个不行，这不行。野人首领，打我都零滴啊！嘿嘿嘿嘿，来啊来啊，嫩，给你们看一下，好笑、啊。哇，后面好多萝莉啊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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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酸哦！还在追，还在追，有没有？嫩，看你追的这么辛苦，你看你野人首领长这样，他开始乱敲别人了。他敲谁？看他敲他，是找死吧？哦，哈哈哈哈！被我们的阿龟弄死啦！好吧，我们再召唤一次啊，把他打死，看会喷什么好了。来，咬死你的小王八蛋！抱歉了，我有点太凶了，我是不是对他有点残忍啊？再让他多活一点好了。好吧，看来他真的是什么东西都不会给，而且又不能驯服，所以说我不知道冲他出来是冲三小的。OK， 那我们先看最后一个哈，最后一个普罗米金属 BOSS。金属人 BOSS 只能用界限突破杀死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对，那我们这样子就用我们刚刚那个、啊、慈悲温斯顿啊，科学带来女武神降临啊，好吧，这样子好像有点好一点了，是不是？科学带来我治疗你啊，好像也可以哎、欸。
不错不错，以后暴风雪出一只温斯顿慈悲好了、啊，好不好？你看温斯顿慈悲在这里啊，有没有很像？科学带来，我治疗你。来，我们看一下普罗米金属人哈，我们这只已经突破过的这一只的金刚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啊、我们来召唤看看，有，哎、哦。哇 ，BGM， 哒啦哒啦啦哒啦哒哒，哇，瘦大只的，哇，好酷哦！噔噔噔噔噔噔，那不会攻击哦，打你，有了。啊？Are you kidding me？ 哎，不对，我那只死了，是不是？我的温斯顿死了 ，no！ 他现在开始肚子饿了，我们弄点大腿肉给他吃好了，报仇啦！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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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打不赢啊！太强啦！我居然没事，我还活着。他为什么冲到水里了 ？No！ 你为什么飘走了？留下一个巨人在这里。你要飘去哪里呀、啊？干完了，这个打不赢了，我放弃了。哦，打赢他好像也没拿到什么东西，好不好？就让他去吧，好不好？好吧，我觉得我们今天影片差不多先到这里结束了。这就是我们的金属 BOSS 啊、哦。太夸张了，这打不赢，好不好？如果喜欢我影片呢，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次啊、有机会普罗米再见了，拜拜。